个信义区，因为那个今天是母亲节前一天，然后礼拜六呢要跟我妈妈吃饭，然后礼拜天呢就是跟那个师妈妈吃饭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去信义区，然后先那个先去买礼物。哦，对吼。对，买了礼物之后，然后吃饭，然后明天一样。哎，那你要买花吗？我应该不用吧。你不用买花。花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。所以你妈妈喜欢的礼物是什么？用钞票折成的花。这是用美金折的。老师，你不要这样破坏你妈妈的形象哦。是妈妈借贷呢。传说中的师妈妈，讲的好像师妈妈很爱钱，没有。其实我，其实我婆婆真的是一个天使的婆婆，她就是非常放任我们想干嘛就干嘛，然后她会管。哇，你要跟她借钱是不是？讲那么好，讲那么好的话。没有，我是很就是很诚心的这样觉得，然后就不太会干涉我们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或是什么的。反正她因为她有她自己的生活，她想说就不要来烦我，比较实际。因为水瓶座啊。那所以你妈妈喜欢什么礼物？古时候妈妈都这样，说、啊、不要乱养宠物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你真的带回家，她还是默默帮你扫大便。对啊，不知道。我妈就属于这种。而我妈没有哎、欸，我妈就是真的会丢给我一样。像我以前我阿妈也是啊，那个带我表妹嘛去自然科学博物馆啊，然后就刚刚看完了，然后就去外面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商品的，然后就逛逛逛，然后就哇有那个恐龙蛋的那个玩具啊，然后呢表妹就说阿妈阿妈我想要买这个恐龙蛋，然后卖给恐龙蛋还在瞪你，谁谁也不让被骑动我的骑。那古时候的阿妈就觉得蛋就是会生出东西，所以啊阿妈阿妈我想要买那个恐龙蛋啊，不准买啊，买了谁要养，生出来都没人要养，那我在养。你以为是会生小鸡生小恐龙啦，恐龙蛋呢、欸、没有，他就认为说那个蛋就是会生个什么之类的，可爱也不太会有那种很情绪很哦，就是明显的说哦好开心或者很不爽。对，我有发现，其实不太会说哦，好像听到说哦他笑得很开心。其实我也有一点这样，你不觉得？不会啊，你每天不是都笑得很开心？不是，有时候其实真的心里很爽的时候反而会装得很镇定。没有啊，你在笑我的捏陶土那一块，在那笑很开心。没有，那个不是开心，在那边笑得很开心。那个不是开心，那种不叫开心，那叫嘲笑，那个叫欢欢乐，欢乐，好不好？那是欢乐，哇，真的笑很好笑，笑眼泪流出来那种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认真觉得，如果你跟一个人相处，那个人可以让你笑到流眼泪，好，那就没错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穿的是一样的香蕉了。对，香蕉。小金块也是蛮不错的。小金块好像也蛮酷的。对啊。好。草莓想买。买啊。嗯、快抢到5月16日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今天的。看得出颜色吗？有点灰绿色。它这个是日本的吧？对，日本的。戴起来蛮舒服的，然后它颜色灰绿色，就觉得很漂亮哦。它就是日本的啊，所以日本的，我觉得日本做的也挺像，你还北川景子呢，哈。哦，戴了就变北川景子。没有卖不出房子的北川景子。白类食物就这样，中规中矩。意式香辣什么小管圈，嗯，听起来算拍一张蔡立德。嗯，还没有呈现。有愿望是什么吗？好，吃下面那些渣渣。好，那全部都交给你了。你看这超脆的，好不好？嗯，而且还搭配那个绿色的辣椒。
对，所以你们把小管吃完，吃那个粉就好。啊，就叫粉。这道菜名叫什么？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对，龙卷风，不知道什么龙卷风。这个只有经典电影，它就是有点像外面夜市卖那个一串的薯片的那种感觉。800吧，就是浪亚。对，会吃辣的。每天上厕所应该很嗨。所以这个你可以承受吗？热辣度？对啊。像有剪接过哎，你刚没有吃完。吃完了啦。你嘴巴在空咬。我连柠檬都像柳丁一样把它吃掉，要不要？好啊，来啊。这么酸。这太硬了，咬不下来。你以前有做过什么？有，我有做过这一道菜，非常的累，花太久时间，太累。那你把你身体提起来，我提起来就是你花好费啦。嗯，我见你很爱吃这个，对，是你的菜，那你跟着吃啊。等什么？我等你的感想啊。没有感想，好甜啊。送礼物，母亲节礼物，母亲节，好，谢谢，哇，哇，好像有点太细，太细，太不急，漂亮，如果粗一点会更好，没关系，那个最好嘛是雾雕，谢谢，啊，慢慢啊，收集啊，慢慢 Q 啊，这边是那个小狗的友善餐厅。都解释够了，都解释还没吧？先喝开胃的。哇，他喝酒，动作很熟练。好，那你要表演一下灌鸡汤。待会再杯再说。有不怕。这个是牛小排，吉善，吉善牛小排，是一板牛小排，一板，对，一板小排，这个是韩式鸡腿肉，韩式鸡腿肉，谢谢，为牛小排准备的餐点，哦，这是小狗的，谢谢小狗餐点，牛肉吗？牛跟猪混合，然后水煮，再加任何调味料，因为我们它没办法吃牛，不能吃牛肉，不能吃牛是吗？我们可以换成都猪吗？可以吗？我看你们拿进去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韩式猪五花，好，好，吃包肉，好，好，对，那我讲，刚才贵宾，是哦，很闹骚，
片的，切的还蛮漂亮的，嗯，还蛮漂亮的。那就不用好了，嗯，谢谢。还是它没有其他的肉了吗？就鸡肉或什么都没有？好，我记得上次来有。哎，等等，那往往没得吃哎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好不好吃？你确定？都要采访我？都要采访你啊？好。哪一个最好吃？哪个最好吃？这个最好吃。我不是问你酱呢。哪一个？换最好吃啊！全部都很好吃。谢谢。嗯。好。肉。鸡皮向下，谢谢。鸡皮向下，为什么？油是这样，对啊，是啊，不专业哦。哇，夹泡菜啊？对，夹泡菜，菜包菜。要怕我一口吃吗？这样我都没心情。哦，好吧。哇，有没有打马赛克？我妈说好。好吗？很生的。好了啦。哦。嗯，很软嫩，因为你每次烤都烤太硬。因为我老是怕它没熟啊。对。我就觉得你都很怕鸡肉很难熟。对，鸡肉跟鸡肉。不会，因为它没有带骨，所以还好。汪汪的南瓜。我跟你讲，就算是母亲节，还是要妈妈烤。对，要这样好吗？母亲节还是妈妈烤，来大家吃。怎么样？坐等吃。妈，妈宝一，妈宝二。他没有烤，他就觉得很怪。是啊 ，YouTube 的衣服呢，哈。我有自己的订阅。订阅的啦。或者是加价359，东西和牛。那他说这个叫上部肉，是不是？忘了牛部肉还是之类的。这是自制的，特制的烤松板肉跟南瓜。有喜欢呢？有吗？有哦。上次啊，我记得他的那个。跟他讲说，因为汪不能吃牛肉，吃牛肉会拉肚子，所以上次他就准备一个猪肉。对。然后好像我记得他那时候来太大块，然后他也帮我们解小块。很贴心的。然后刚刚这次来给我们牛肉混猪肉，然后我们跟他讲说，汪汪只能吃猪肉。嗯。但是他这次他就说，哦没有，我们就各自找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拿了松板猪，然后我拿去把它洗干净，把盐洗掉，然后跟南瓜烤完，然后就烤熟，变成了刚刚那一碗，看起来汪汪的那个自制套餐，对，自制套餐，我觉得他很满意耶。那等一下还要再弄一套给他。哦，我看你吃完了没？啊，我可以再去洗两片肉。哦，快吃完了哎，好，慢慢吃，是和牛吗？你的神之舌是啊。不好吃的，这和牛，这真的是和牛吗？是吗？没有，那你吃这个好了。吃不出来啊。这个看起来是。有油花、啊。吃看。对呀、啊，是啊。好。对呀、啊，油花呀、啊。哇。不是啊，它可能是和牛，但它的部位是比较没有油花的，而且它油的那个香味不够啊。好，再吸个油。这是什么加码啊？等这个加码，加码松板猪，芦苇加码，他已经，你看他已经忍不住了。哦，这么好吃，不行不行的不行，好吃，我又撑了又撑了又撑了，好了，好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，贪吃啊！哦，饿疯，贪吃鬼，好吃哦，名字啊，贪吃
来喽、啊！吃完了嘞！吃完了啊！好了，好了，没了没了，不要再找了，没了没了，全空。对，那么好吃哦！你在看，你在看，你炒虾，大炒虾。哦，有大哦。加点的。有大哦。加点的大炒虾。不的。好像加一份是，两多少钱？两只吧。一份三只。一份三只。啊，好像不知道是200吧，就是干贝。哦，干贝蛮大的哎，烤完就丢了啦。有，我觉得啊，那是叫什么2L还是什么的，他们有分尺寸。我知道啊，就跟虾子一样啊。对，就是一盒越多只的，就是越小只。我记忆中这还蛮大的。对，下面摩拉吉，很像摩拉吉啊，粉丝啦，粉丝，有没有软丝？软丝啊，软，多一点粉丝。你现在这么爱粉丝干嘛啦？你以为？好，那我给你5分钟，快点拉粉丝。自我介绍。30秒啦，30秒。30秒，快点！我这很多人看到，给你宣传一下。开始，预备，30秒，开始。不用了。开始。他想靠自己，他想。你要靠自己。对。好。你这样会饿死哦。草莓啊，70哦，一斤够。我的是红豆汤。笑死。红豆汤不行吗？可以啊，只是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还蛮凉的。还蛮不错的。好，吃饱了。吃饱了。今天的任务算完成。给他几颗星呢？本来呢是想给低一点，但是最后被店长认出来，把他纠正，应该会增加一点点信心。没有啦，其实都还不错啦，就是除了那个狗狗的食物有点遗憾以外，对，其实食材什么都还不错。然后用餐的环境我觉得也不错，其实蛮宽的。其实我觉得服务人员的那个服务也都很好，他们其实都很客气，然后一直就是要换网子，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我们很烦。对啊，他们好像哦不好意思，然后就赶快换。我觉得他的那个用餐的环境设计很舒服，可能我们那一间是有点像包厢了。对，就比较空旷的。对，真的是位置蛮大的。我很讨厌那个吃起来很挤很吵，然后别桌可能就是都会吵到。对，我们完全没有听到隔壁桌在说话。对。可能是我们比人家大声吧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太吵。没有，也还好啊，反正就觉得用餐环境也不错啊，食材也还不错啊。对啊，然后还不错，都有吃饱。其实9个人吃10000块，应该不能说它贵吧？对啊，我觉得还就一个人差不多1000，我觉得吃烧肉现在要吃到有一点点水准的，应该一个人1000块跑不掉吧？对啊。我觉得它食材算，而且它干贝超大的。对啊，干贝是蛮大的。虾子也很大。等等，你给几颗星？3.5。3.5颗星。你耶？我给4颗星。哇，这么高、哦！因为我觉得可以吃烧肉，又可以带玩玩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大部分的烧肉店，你家的狗狗一定都不能跟。他们都会翻白眼，没有啦，就是说我跟你讲、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像有一些店啊。是真的严格，很严格禁止宠物进入的，比如说烧肉店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一个，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牛肉面店也都不让狗去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们可能觉得狗闻到那个味道，对他来讲可能是太过于刺激或什么。哦。对，牛肉面店好像我印象中都不太喜欢，就通常都狗不能进去这样。所以我觉得汪汪可以进去，就加了大概一分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曾经在林口奥莱，是林口，对，林口三井、然后逛了半天，没有一家餐厅可以让狗进去。它的商场是允许就是带包包狗或者是推车可以进去的，但是它的里面却没有一家餐厅是可以让狗进去。对，那不是说这样啊，因为也要为了别人着想嘛。对，有些人可能就要看到狗就吃饭吃不下、对，觉得看到狗就觉得很脏，不是毛的毛的飞过来怎么办呢、对，可是这个所以不能要求别人，对，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宠物可以去的餐厅是事实上就真的是很难能可贵，尤其是还是烧肉店。对，我觉得它会让狗狗进去，是因为它的环境就是很宽敞吧？对啊，几乎感觉不太会影响到。可是我真的几乎看去的人哈、几乎每一桌都是带狗。我觉得台中的，我觉得台中的朋友比较喜欢养狗狗。我真的看它里面真的是每一桌
就跟我们去做那个手拉胚的时候，里面也全部都狗狗。对，就是狗。所以其实开，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都开一间这个宠物可以去的餐厅，我觉得应该生意会有一些基本盘。那我觉得店家会比较辛苦啦，也不是说每个主人都狗公德心。有的去有一些宠物餐厅，还要常在那边看到那个店员在那边擦尿啊、对擦屎啊，对，就比较辛苦。然后或者有些主人啊，我就跟小孩子一样。这样很像小孩，有些主人会把觉得哦，我家狗很乖啊，然后就放在里面跑来跑去，然后到处去凶人家的狗啊，或到处去闻人家啊，或什么。可是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他家的狗比较胆小，他不喜欢人家的狗接近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不会啦，我家狗很乖，不会啊。那小孩子也会这样，有些餐厅小孩子会放在跑来跑去，有没有？然后就会弄，就是弄掉一些餐具什么的。对啊，或者是哦，那个送餐的那个人都很怕，被小孩子撞到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子跟宠物其实差不多的，就是主人还是要好好的注意礼貌。然后父母也是，就是要看好自己的小孩。对，我是真的觉得这样。嗯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个母亲节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已经过了，对，已经过了一个礼拜。除了母亲节以外的日子也都快乐。爸爸怎么办？对啊，母亲都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嗯，妈妈都很辛苦。对啊，爸爸就不用管他呗。对，8月8号也有。我看，好硬哦，人生好难哦，这个生日也要，然后父亲节、母亲节，这个月花很多钱呢。对啊，光两天就。对啊，这两天两个妈妈吃饭，然后还有两个妈妈的礼物，这真的是很伤。这个月可能要吃好点。我真的觉得那个这是一个很棒的商人节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推出一个母亲节什么之类的。没有。没有吗？抵制商人节，抵制商人，圣诞节、情人节、情人节，还有白色情人节，对，内色情人节，哦，没有那种东西，没有，没有那种东西，反正就是这种东西要抵制，全部都商人套路。对，那我们从此之后都不过节。想太多，怎么可能？绝对不相信。汪汪下个月就要生日了，你看你就来了，看你看，他生日了，看，15岁了、欸。你要撑到你生日呢？对啊，要撑到15岁。对啊，至少撑到生日呢，好不好？不会啊，今天旺旺很幸福了。对啊，他要吃松板猪吼。对，还有他最爱的南瓜。松板猪呢？我松板猪，我有把它外面那个油稍微擦一下，真的有点油。嗯，还是有一些油啊，所以他才会觉得超好吃，充满了那个人间美味。对，但是不能常吃啊，真的不能常吃。不行，不行。那是因为他今天那个水煮肉真的没有提供猪肉，很可惜。对。好啦。再见，拜拜。无聊的 vlog 又过了一个礼拜。我跟你讲，这我们的那个第二集点阅率很差啊。我们这样好了，如果有一天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如果那个点阅率是低于5万，我们就不要拍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真的很累，因为没有要看。没有啊，可是这本来就我们自己在记录，不是吗？其实我们一开始拍这个是想说以后老了我们自己可以看，也不是说拍给别人看。存在你自己硬碟，你自己看啊，奇怪，干嘛要放上来公开？没有，所以没有。其实本来我们是想要传到我的那个 YouTube 里面的。对啊。啊，算了，反正就是低于5万就不要拍。对，低于5万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再更新的。那我们可能就是自己偷，我们可能录了之后会自己看。对啊，我们就自己看就好了。对啊，剪得很累，一个礼拜。我本来已经都不用剪片了，现在我妈每天都要剪片。好像大家都以为是阿呆或泰山在剪。没有，明天我剪了，好不好？我怎么可能剪？我这不能再增加工作量。我们就是拍到低于5万为止啊，就代表说喜欢看的有越来越少。嗯，就代表说没有人想知道说我们都在干嘛。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停止更新，就这么决定，节目就终止了。好啦，到我妈家了，我们要去这个每一次回来就是要去拿一堆农产品啊，蒜头啦，那叫豆腐乳。对，听说还有豆腐乳啦。咦，我正好豆腐乳。我跟你讲啦，现在讲是只有蒜头豆腐乳啦，等一下进去我跟你讲，还会有什么金针菇？会很多，有的没有。我们要自拍，来，我们要挤肌肉。我妈会帮我推，她就帮我推肌肉出来。好，1、2、3。怎样？有有有没有？有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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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比较大颗。我跟你说，老公把它吃烂的。哦，这算呢，一根一根就算呢。
拍一张照片好喘啊，好累啊。我会洗阿弟卖出的，卖出来，卖出来的。马上都有哎，有没有？哦，给出多少？你要说，哎，要买课，有没有买课？有没有？我这边有一个蚕蛹，蚕宝宝，蚕蛹。你好，你要放，他放你要放吗？嘿嘿，直接看分数就对了。我是蓝的。哎，我是橘的。你橘的啊？有没有？什么？8737分。哎，是我啦。是你啊？我啦。啊，所以我是什么？三颗星啊。对啦。啊？不死心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好的。没有什么好留恋的。哎，怎样？流汗嘞。对啊，流汗嘞。家里以后要放一台。就可以流汗了，好哦，拜拜啦！今天有祝母亲节快乐，还没，你还没说哎，母亲节快乐，谢谢，已经过一个礼拜，啊，播出的时候过一个礼拜，对，播出的时候，好，母亲节快乐，好，拜拜，耶。